讯时尚和腾讯视频的网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 Sunny 杨雨晴。我觉得时装周就是高级、帅气、有钱。G-Dragon， 对，我很喜欢他的风格，我觉得他可以不管穿什么衣服都会很好看，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样很有范儿的感觉。鞋，对，因为我本身很爱鞋。看我累不累吧，如果我累的话我就会睡觉，但如果我不累的话我会一直闹他们。我觉得是蟹肉咖喱，这是我最爱吃的。我们最近火箭少女在拍我们的第三、第四支 MV， 然后也在录，陆陆续续的在做歌。然后我自己的单人的作品呢是最近要上映的《悲伤逆流成河》，然后我这次是有机会能唱到推广曲《不哭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，然后多多收听。你知道为什么海是蓝色的吗？因为 b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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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ue。 啊，好好笑。